现在是我们的创造营2021总决赛的直播现场，现在要需要向各位的我们的创始人们拉票，请展现最可爱的笑容。这是妖怪，天哪，妖怪！天哪！但妖怪，天哪！你看，自信的笑容就发出鹅般的笑声。对，好妖精啊，你这个。没关系，只要有我们的黑人白酵素牙膏，怎么笑都可爱。OK， 声音大家可以继续保留下来，放在你的手机里面作为铃声，每天当你不开心的时候，除了刷牙以外，就可以听一下。Okay？ 好的。今天晚上我要做噩梦了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天哪，天哪！哎，这个很好玩哎，很好玩，这很好玩。行行行行，我待会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，看到我们的黑人白酵素牙膏刷过的牙齿，整个人都开心好多啊！是的，好的，好。你看，毫无压力啊，来到我们派对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。来，我们最后道具。露齿大笑，我知道刘宇是不是在，就是给大家就是更新一些短视频的时候，教大家如何保持爱豆的笑容。是的，有什么秘诀，待会就可以展现了。好的，是的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一轮的挑战呢就是露齿大笑。那就需要呢，就是此刻，啊，我们真的是在比赛当中有非常好的票数的时候，哎，是因为所有的创始人们。在我们的左下方购物链接的4号链接买了很多这个礼盒给你助力，让你啊成功成为这一轮的就是票数最高的学员。那此刻给各位的学员们安利一下我们的白酵素牙膏。那我就和我队友一起安利吧。好，你先睡觉。哦，原来我们还没有成功，我们就已经队友了。你先是睡觉。好嘞。哦，先睡觉。OK， 好，有剧情啊。你先睡觉啊。来，创始人们准备好手机了吗？来，准备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嘿，林墨，快起床！怎么了？快拿着啊！快和我一起用黑人白酵素牙膏5倍溶脂效果，我们一起把牙齿变白白。好，哇 ，Bravo！ 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还可以，非常棒，真的。我想你应该是表演高材生。我觉得你们爱不释手，好不好？拿着它都想放下。是有两种口味啊，对，这两个包装啊，一个是这个薄荷的口味，对，清新薄荷。是，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淡雅的花香。嗯，对，好，可以放下。